差不多。哎喂，阿宪呢？我现在到我们公司附近啊。我跟你讲个夸张事情，上礼拜我去深麦表看那边实习啊，就第一天呱唧就直接把我 fire 掉了，这是有点不是泰山的。好，算了，不跟你讲。你们这边公司真的蛮难找哎，我建议你们哦，把公司搬到板桥啊，离我家附近走路五分钟就好了，这样对我讲比较方便。像我这样的人才在你们这边公司上班，你们真的赚到了。你们这边妹多吗？你知道这种宅男空虚寂寞，就需要好一点的上班环境哦。待会见哦，拜拜。哎、欸、嗨、oh, ，你好，我就是培根，初次见面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要来面试吗？哦、oh, ，对，来面试啊。哦、oh, ，你们这边应该女员工很正吧？老板很正。我、oh, 看到你就知道。哦、oh, ，谢谢你哦。那招面试者来喽。上班第一天，先找老板娘报到，走。哎、hey, ，老板娘你好。哦，你是今天来面试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阿明。嗯，我是培根，你好。哦，你是培根啊？你是面试什么工作？哦，我来面试有钱的工作这样。哦，废话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会什么？我看到你，我会心一笑。那你有什么样的专业吗？哦，我在脸书上有办了我的粉丝专业，培根啊，反骨搜取一下就有。封锁是不是？哦，对，要按赞按赞了。刷 T-Boy 在封锁就好。那你还有什么特长？我的灰指甲特长，你看，嗯，最近都没有剪。那你有，你会剪片吗？哦，来，这是我的作品，请你过目。是 Wacky Boy 吗？哦，对 ，Wacky Boy， 嗯，是 Wacky Boy 是不是？对 ，Wacky Boy， 哦哦哦哦，我最喜欢 Wacky Boy 了，真的吗？我录取了。哦，你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培根呢、啊。好，加入饭团，去先去找那个贤编啊。好，我叫培根呢、啊。好，加入饭团。嗨，贤编你好。好。平常我在喝贤金吗？没有、欸。好、哦、好。这玩笑不好笑。好。就是呢，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是整洁。哦，对。打扫一下。哦，好好好。顺便去整个鞋。OK， 嗯，好。开什么玩笑？叫我整形，自己都没整，光光起来比你好看。哎呦，哦，那么简单，随便弄弄就可以了。我在反骨那边扫厕所，扫要命，然后来这边做这种整理房间的事情，真是大材小用，浪费我这个天才剪接师。整理好了。上面柜子好像看一下，反正他们也没看到。哎，玩具哦，没想到他们跟我们反骨一样那么爱玩具，哇。喂喂喂！我在干嘛？我在醒杯啊，不过这个杯有点多，我找一下有没有醒中。哇！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。哦，真的吗？东西弄坏都不用回复，好棒！东西都整理好了，放心放心。算了算了，我觉得你连这种事都做不好，你还是做这个吧。老板娘最讨厌橘子口味，所以你把橘子口味都吃掉。哦、这有点多，我带回家喂我的狗吃好不好？我明天再带过来。自己吃吧，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，反正把橘子口味挑掉就对了。哦好，我把口味分开了，好麻烦了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把橘子口味都放在最下面，它以后就打不到了。嗯，我先把它分开。喂。偷吃一下好了，应该还不错。嗯，啊，对啊，橘子口味那么好吃，怎么不吃呢？暴殄天物。哎，老板娘，我们曼陀珠分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也不喜欢吃橘子口味，我喜欢吃橘皮。哦，没有，我说吃橘子，把那个皮皮吃的。我单身了，确定吗？对，确定。你等下随便拿，绝对都不是橘子口味的。那请问是什么？哎呦，怎么啊？不是男人口味的曼陀珠啊？哦，橘子。那，不是说不喜欢吃橘子吗？我帮你仔细分开，你把手放到深一点里面就会。你是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培根的。饭团，你给我去小帅哥那边去拍照。那大帅哥。走开！臭饭团哎，你恶心。哎，你就是小帅哥。哎，是是是，我是大帅哥，看得出来。哦，没有开玩笑，那个我来帮你剪片了，但是我们要先去拍照哎。哦，当然可以啊，我也很会拍照、啊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我剪片前就是拍照型。我们拍照很重要，是用来宣传的东西哦。放心，不止宣传，宣教为可。哇，你们公司用蒜末，蒜末比较好剪片啊。真的，跟我前公司待遇差好多，我到现在酷炫冠老板都只给我们一人一台萤幕。啊？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拍什么？我们要去外面拍一些中国照的。啊，外面很热，拍室内照不行。头很大。哦，对啊。好了，交给你了。哦，好，抱歉，我去旁边休息了。我最会拍照。好，我拿过来看你哦、喔。好，交给我。好，欸，你穿着，你穿着，脱掉，脱掉。哦，不，我是说镜头穿的。嗯，这个裙底风光不错。太阳有点辣。哦，没关系，再辣也没有你辣。嗯、这个脚可要再开一点点哦、喔，不然光会刺不到。那脚再开，再开，脚抬高，抬高。嗯，不错。对，对，这样很棒。哦，真的很赞。对，要有那种东京的，对不对？脚再开一点，开一点点。啊，手不要遮，不要遮。嗯，很好，很好。对，就这样，这就是我要的感觉。再开一点，再开，然后屁股翘高。哎、欸，哦哦哦，哎、欸、嗨，还怎样？还怎样？非常好，你看一下，过目一下，看屌不屌啊？
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完全没有拍到人哎、欸！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个是那個一种视觉表达。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假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不行、欸。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培根啊。啊，不是萝卜糕吗？哦，萝卜糕。早餐都是培根蛋饼。我看你是不会拍照，我觉得你去找我们交警警司好了。这是一种抽象照。去找我，不要解释，不要解释，去流行的。走开！一直叫我做一些杂事，那剪片当然我最会啊，我马上来剪片。哎、欸，是蛋饼是？哦，培根啊，对，培根蛋饼。对啊，我来剪片了。来剪片是好，那你帮我上个字幕。哦，好，那我没问题。这超简单的，这我最擅长。来，那就。我觉得非常好，这我最会啊！你看这么简单，一下要剪完了。看我的这个界面，我最擅长啊，我最拿手的，你看到没？这是我熟悉的领域啊。复制贴上，声音降半音，这个画面要拉大，这个有点偏黄，往蓝调一点，加一些特效滤镜，这样就好了嘛。简单，再要我教，受不了。哎，蛋饼剪完了吗？哦，对，差不多剪完，你看一下。放一下。在路上搭讪，看起来多尴尬，多无聊。不错哎、欸，喜欢反骨的风格，蛮好笑的、欸。哦，对不对？嗯，那我们叫力气来看一下。哦，好，嗯，来来，看，请。不是，怎么是反骨男孩的风格？妈，谁剪的？他剪的，不干我事，他都是他，你剪的。对，现在最流行这种反骨风啊，哎、欸，这样剪都会上发烧哎、欸。你跟我讲，我上发烧，反骨风我就是不行啦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我觉得你还是离开好了，这里不适合你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冷静下，冷静下，力气。那是我刚刚说要请你们喝的饮料，我早餐店喝剩奶茶。你喝剩哦？早餐店奶茶，你敢来给我喝？好吃，他真的走心哎，我的错吗？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今天只上半天的班就被 fire 了，没关系，我下一次去订阅量更大的公司，你们一定会有我的出路的。想看我去哪一间公司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。嗯 ，To be continued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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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